大郎，起来喝药。他们让我再给你补一碗。看我，看，哎，我会跳啊，看看吧，哎，我还会学你这样的，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的才艺太多了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明天就过来啊，哦，明天过来，咱俩上一天歇一天。老子一直在干扰土拨鼠挖洞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土拨鼠的怒气。烦死了！你为什么会捂着鼻子呢？啊，这不是你思念的榴莲吗？啊，我给你拿出来了，特别好吃，来，你尝尝。快别捂着鼻子，尝尝吧，非常好吃，我不骗你啊！啊！什么玩意你都吃？屎都吃了，你什么不吃？辣椒你也吃？你以为你四川的？哎！放尊重点饭的时候看着我。他翻你白眼。那你？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，有时乖乖。我先给你摁啊，主任，完事之后你再给我摁，咱俩换着来，行不行？哎，到我了啊！你干啥去了？出去这么长时间呢？回头瞅啥呢？啊！我问你话呢。你别吵啊！进屋，先进屋。你拿什么玩意儿？过来让我看看。来来来，你看看他们说的这三级甲。拿来，这我不录像我还说不清呢。干啥呀？不给，我还没有甲呢。我在看到给你标点。